1986，他是个伤心歌手，他唱过一首别走别离开我，他唱的报告班长，昨晚他没睡好，头疼得不得了，出差还得照样跑，公差出到福利社去买食物，才要填饱他的肚子饿，他说摸鱼摸到了大白鲨。 Right now let me sing my candy song， 我的热情好像一把火，我听到有人喊我的名字，不是在远方，都说 Let girl 不